3万能不能翻一翻呢？就看起货了，整它。湖南的李哥预算3万，要订一个59圈口的镯子，在结婚1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送给老婆。走，整它。这个底子有点粗啊，种一看就不够老。他们有的时候要求颜色，不要求种水。其实种水如果更好一些的话，这整个镯子戴起来会更细腻。老板，这个打多少？23万。李哥说想要半圈绿的。老板，这个打多少？12万是吗？这个镯子挺不错的，有种有水。发了视频给李哥看了一下，他很满意，他觉得颜色非常的饱满。就是这老板有点虚，他那个价格比我预算呢高了有1倍，我打算压他个10万，没有意外的话就是他了。3万能不能翻一翻呢？就看起货了，整他。镯子起货了，毛胚上的那个绿呀，完美爆出，隐藏在里面的绿呢，也都爆出来。跟李哥聊天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女朋友在结婚之前一直跟他在城中村里住，在电动车后座坐了3年。刚结婚那会儿呢，地摊上30-40块钱的衣服翻来覆去舍不得买，因为兜里啊就那几百块钱。现在呢，事业终于有了起色，他想给老婆买一个好一点的镯子，毕竟这些年吃了不少的苦。而且这个浪漫的男人呢，还让我在镯子里面附上一张卡片。我最亲爱的李泰，感谢你陪我走过的青春岁月，往后余生与你风雨同行，爱你。这波狗粮吃的我，你还想要什么镯子？评论区里见。